站在舞台掌声响起，陪伴着阮是乐队，手也莫屈，轻声唱起一首歌曲送乎你，唱着双的种种情景，你讲你忍不住马赛蒂，舞台人生啊，家己选定，唱你的孤单，唱你的心情，唱你的悲欢离合，酸甜苦涩，听我来唱歌，听我的心声，听我唱心内的梦，梦中的喜悦啊。掌声再度响起，茫茫的我流出泪，只是忽然像无声音，后半歌曲留予你，唱着谁的心酸袂紧，听见伊不甘心伤泪，我的人生啊，家己选定。想你的孤单，想你的心情，想你的悲欢离合，酸甜苦涩。听我来唱歌，听我的心声，听我唱心内的梦。亲爱的阿母，亲爱的阿爸，亲爱的你，请静坐听我唱歌。我们的富丽五星电视台，爸爸妈妈家，暗时的六点到八点的时阵，咱的大声满天下。第一首歌曲是咱的嘉义解说点播歌曲，哦，伊讲我一个唱女装包破名，嘿，唱了袂歹。伊讲要一首成功的条件。一生中注定的代志，何必怨地有怨。孤着多疑，风平平静静，自是
上注定的代志，何必怨地有怨天？望着心肝，顾着肚衣，公平公正，尽处心理。看别人的成功，不免怨叹，不免担子。人的背后付出多少，才有今日的地位？大老嘛是为地基一层一层来打起，哪有一步跳天梯？一层一层来打起，我是。一档比一档搁买袂起，对啊，讲到安尼啊，咱厝真正是贵家真正是。哎，爸爸妈妈家，感谢恁的满满的掌声。28251吼，爱养两只三只来甲挂掉哈，换人卡起来安尼吼。看别人的成功，不免怨叹，不免担子，甘知人的背后。我做才有今日的地位，大老嘛是为地基一层一层来打起，哪有一步跳天梯，才好的代志。哎、欸，丽华姐妹安排一首好听的霓虹国舞大歌曲，叫做《一头可以》，一头可以，一头一头可以，一头一头可以，可以，萨卡巴，哦，萨卡巴，哦，酒店，哦，萨卡巴，一头可以，萨卡巴。哎呦，谢谢我的小丽阿哥，谢谢红姐、贵叔大哥、嘉义姐、徐文静啊，我的。相片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时间，来我的宜兰，来的宜兰的我的丽华，丽华谢谢冰川大哥，我的疼爱的粉丝哦，谢谢，来哦，掌声 OK， 来掌声给扣几块呀，啊，我们的感恩奖斗力的机会，爱他一啊那达尼Oh, yes, I see good eye, I hope, I love.
谢美玉姐、博凯、那美慧姐、宝凤姐、淑慧、银河大哥、阿娇姨啊，谢谢慈慈、永和、那美发哥，好久不见哦。我叫过你，可惜没得，我心。这个八百五千块，哎，那侬拢无起价啊？几贵啊？单拢无起价。有即马听这条歌是三十年前，我一只五千块，即马阁五千块，我拢无起价哦。有讲我互你食，阁降价，你啊看。挑工来创治，为情来牺牲，忍耐着心酸，为何你不了解我的心情？怨天公对我无公平，付出的感情你怎样还？世人来做伴，你若是有情来散，恋情亲像咱爱听彼条歌，有时一声一声带来对阮的心。
是人来作伴，你若是有情的山，恋情亲像咱爱听彼条歌，有时一声一声带来对阮的心。谢谢，哎，感谢，谢谢咱全国所有好朋友，哎，很喜欢那个富丽卫星电视台，对对，那个富丽卫星电视台，那个瓜香万天哈，谢谢哦，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嗯，哎，哎，好，大家都好哦，嗯，啊，大家唔在吃饭未？今仔拜一，嘿，礼拜一，你看我两个挂包镜，然后我两个昨困无好，哎，没有，我还好 ，OK 啊，你是困无好？拜托一个迄、那个，一个啥？因礼拜是最后一天嘛，拜是新的一天嘛，对不对？咱就爱花头喜面。哦，对啊，对啊，对啊。一礼拜，一个新的一天，对不对？好、哦，对。今仔换一只造型安尼。好、哦，对啦，对啦。有时阵吼，大家安尼无同款的迄、那个吼、哦。对啦，对。啊、哦，大家耳目一新。你今麦阁有加一个角色出来嘛？哦，什么角色？我小妹啊嘛。好、哦，你小妹哦。我嘎嘎啦，嘎嘎啦，嘎嘎有时阵啊吼，拄着啊，会来一个客串者安尼啦。对对对对。嘿啊，有时阵啊，因阿兄、因大哥在播音。嘿，我连讲啊，请假的人叫来代班。好呢。哦。所以不然现在拄着哎吼，好出现者出现者安尼吼。我过来做一个人，我过来做一个人形立牌好啊。你要做立牌吗？做我啊。好做立牌啊。做我头毛盖起你就好啊。哦，安尼哦。嗯。迄个是立还是？啊？啊！即卖做咱人形立牌是你，还是要做甲遮遮的？迄落，互大家拢知影讲，咱大家拢有在上班嘛。哦，对啦。咱只能做一堆嘛。好，安尼呢？咱传播嘛敢藏？嘛敢藏的对不对？传播嘛敢藏。藏的钱不得，大波都不得修理是。无错啦，爸爸妈妈遮有当遮的，你看电视，伊唔知咱有放无放安尼啦。但是我正常，我拢有放，我逐工放，我逐工放上一道，好。好，乖。人在吃饭，人在吃饭，我怀疑是迄天，阮朋友招我去咸肉食鹅啊。你食伤多啊？食伤多鹅啊？这鹅啊吼，听讲袂使食伤多。无无无，食伤多诶反效果。应该是久无食。反效果。久无食啊，是讲吼，看看到真是鹅啊，你毋知？是生蚝啊是？好，无无无，鹅啊俩。哦。啊，食者嘛。嘿，哥哥，叫我隔工看冰冰变变安尼。哦。嗯。冰冰变变。我甲这高丽菜精拖咧硬推。啊。两三天吃要半罐呢，我伊上久唔捌食蚵仔，哎，蚵仔内底拢有，咱知蚵仔哩。枇杷身体袂堪的，吼，一讲嘿对啦，对不对？对啦，所以讲吼，像我是个身体用好，要交钱来开来讲。你家己较节制是个话嘿，唔通我白食。是讲我伊讲想想食食嘛，唔知要创啥货，食济要创啥？好，啊，阮兜壁的拢因为态度有大条的啊，唔免人对不对吼？乖，乖哈，乖，爸爸妈妈听，哎，无啦，咱久无讲这种啊，用甲讲一下啦。迄个，
迄个因拢爱听一挂带一挂小弟的。安尼吗？人客啊，你若有爱听这個，来讲解讲解吼。杨姐，我看有偌济人，嘿，事实吼，较好啊，这个加群去发挥，好加群。不，发挥。啊，这你今仔叫还唔对啊？唔对哦，今仔拜时啊，哦，通常拢有看无卡。哦，是安尼吗？有你看无你卡？拜时啦，会懒懒。咁样呢？无人卡？会懒懒懒，一个懒懒懒无？迄个高山青无？有嘞，有嘞，有啦，有嘞，有嘞。哦哦，有卡的，这就是拢无上班的啦。这拢，好啦，好啦，有上班啦。拢未成年。开玩笑的。哦，未成年啦，你看这种好比喻。啊，阮阿嫂这嘛是爱呢，阮阿嫂这吼，也爱听你讲这啦。哎呐，哦哦，阮丽华，阮阿爱，阮依然丽华，阮爱听呢。唔免足重，啊，保金姐呢？稍微带到安尼啦，安尼较趣味啦。迄个点者就好啊。哎呐哎呐哎呐，像画龙点睛的点者就好啊。哎呀，对啦。其实吼，这最主要就是吼，大家心情开朗啦。系啊，点者你若听有会听有，听无也是听无。啊，但是若听有，你会感觉做哦，哎，这真正是艺术能力。听无，听无，都拔草尔，听无无。不，听无你嘛免问伊，问有咱遮人嘛唔知咩音。哎，这方亮是咱的这个东区的好朋友，你新朋友啊。方亮，方亮，我那是爱听哦。你离开离开头呢？东区的。嘿，东区，二开头了，应该不是啊，对了，哦，这条上大条的对，哦，哎，有影有影吼，来，啊，个咱做侪新朋友，是，俺最近嘛，俺感谢俺只新朋友，这是新朋友哦，你好，新朋友你好，新朋友会将加两声还是三声？有情无情人，有情天一点，敢是？哎，是吗？不是不是，不是哦，来，你就算咯，喂，敢要讲啥话？好，那无呢？多谢谢你，感恩多谢，感罗兰哈，谢谢。喂，你上线喽？发哥，阮发哥吼，即个有哪是来尽心尽力吼？安尼哦，嘿，你是讲尽到位？你讲翻白一张哦？哦，无要紧啦，嘿啦，反正咱讲的句话，赶快搁提出来讲哦。好安尼哦。大雨过后必有彩虹，好对了对了。大选过后必有繁荣。加群以后一定会红啊！好，对，嘿，来，嘿，宝金姐，宝金姐，加群你好，你好，我物件有收到，哦，有收到你，谢谢你，谢谢，感恩哦，感恩，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谢谢，多谢，谢谢，我感谢我呢，淡水的陈太太，嗯，谢谢哈。就是啊，哎呦，阮发哥今日无不肯发言就对啦吼。我感觉应该借这个机会哦，甲咱这两个月。因为咱基本上吼，真高贵。咱拢有，基本上每天都好像有新朋友会跟我们有啊有啊，感恩加油。有做这新朋友，你看空，所以空起来就是拢咱新朋友。一般嘛，七开头的啦，七开头的，一个，对，卡好，嘿，拢是基本上拢是新人客，啊，感恩谢谢，这两个月，感恩，嘿啊，恁有会搞恁多多宣传安尼，啊，咱只旧朋友哦，甲分享出去。哦，你网址搞传出去嘛，无要紧。哦，对，网址传出去嘛，无要紧。哦，对。啊，你有足侪人看，啊，搁较侪人来看好你安尼。对啦，对啦。嘿，有影吼。对，嗨。来，发哥你好。嘿，发哥好。梅花美女。哎，嘿，云帅哥。哎，咱这乡亲大家拢平安、健康、快乐。大家好，大家好。头拄啊，嘉群讲一句话，真有道理啊。真有道理吼。伊讲大雨之后必有彩虹。哦，对对对。啊，大选之后必有高粱是吧？繁荣，繁荣啊！哦，必有繁荣是吧？嘿嘿嘿。诶，这是安尼啦。嘿。算讲吼，啊，都竞争诶，迄个时间嘛已经过。过啊，过啊，对，过啊，对。啊，咱大家人拢爱回归咱的平常时诶日常生活啦。诶，对对对。诶，啊，不过，已经拢是过去的代志。哦，对对，不唔对。诶，啊，唔好讲吼，啊，一口十五六个有无吼？啊，拢意见无同，啊，拢伫啊安尼为着这个选举吵吵闹闹，啊，就无咧忌惮。有影有影有影，唔通安尼吼。诶，因为吼，你自己有定算也好，啊，无定算也好，咱爱家家己个身体健康过好，安尼就用介好。对，这是标准的吼，对。对啊，啊，定算也得送一块猪肉互你啦，对不对？也袂放你尴尬，对不对？无可能，嘿，对对。所以讲哦，咱拢唔免为着这选举吼，啊，底下咧操烦恼啦。嗯，有影。去上生活哦，甲过好。上过，嘿，就是咱同快乐、同平安的。冇唔对，是啊，哦，发哥。所以讲，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报道嘛。对对，台湾是报道，我唔对。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迄个意见。是啊是啊。每一个人爱食物件支持的人嘛。是是是。哎呀，啊，一年365天，嘿，对，最未减一天。是是是，不可能。加两天，嘛不可能，嘿对。哎呀，是啊。啊，咱的。厝内大大细细啦，嗯，讲吼，咱家的迄个生活上吼，要安那甲改善吼，品质较好咧。哦，对对对，这较重要。规口罩的人吼，大家人合心啦，心同心，嘿，对对。讲家和就万事兴。对对，家和就万事兴。意见吼爱统一啦。哦，对对对，爱统一。所以讲，每个人六个意见。哦，有影有影。哎，安尼就差几六个啊啦，吼。哎，啊，家和真正是万事兴。是啊是啊是啊。哎，啊，咱台湾这个报道嘛是需要咱2300人。300万人，今麦都是2300万咯。共同努力，拢无较低。太开啦，你那嘛是会较减嘛？会较减，我感觉囡仔较无啊济，可能较减个。哎呀，今麦可能有较减一丝仔啦。今麦可能剩2000万人尔。2000万人是收效啦，无就走较紧个啦。无走较济啦。2300万人。嗯。安尼讲，2200万人。嘿。这波韩流应该讲啦吼，我们北部个地方吼。嘿。迄啰西欧那那人比较比较侪，哎呦，台北较冷啊。我南部鸟，我真正感觉这大还好，我无啥物感受着。还好。我阁无开小嘴哦。冷度北部较冷，北部较冷，北部较冷。因为冷吼，咱有迄个三高迄个无吼。哦，对。心血管疾病，嘿对，爱注意。就这天气汹涌，变冷，嘿对，爱注意。血压对无吼。对。甲咱的血液循环拢会缩落来。对。你若是有三高的，若拄着这寒流来吼。帽子跟帽子一定要准备，不对，这帽子很重要，要睡脚底帽子一定要穿，是啊，帽子啦，跟这个围巾，对，围巾，所以都要给它保护，是啊，咱的颔棍像一座桥啦，对，因为咱心中打下来的血，对吧，是，透过咱的颔棍，有没有，对，走到咱的头壳顶，对，你颔棍的那个血路若不通，那血没办法送到咱的大脑，对，这样就比较脑中风，对啊。啊，要顾身体啦，吼，要顾用，要顾，予伊安尼一年365天拢足健康诶，啊，都毋免找别人，都找丽华甲嘉群都 OK 啊啦。哦，因两个是全台湾同学，甲咱遮个婆妈，还是咱遮个观众顾健康诶。我看一个，我想讲伊用头前后边，我毋知要讲啥。阿哥，谢谢，谢谢发哥，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发哥哦，谢谢，拜拜，谢谢，等下，嗨。啊，袁豪，袁你上线喽！你干部啊？喂，哎，丽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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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我家请改变造型嘞。你有两工去啊？你有两三工啊？哦，我都办一挂外的。对，有啊，你有请假对？哎，我今朝回来啊。好安尼哦。系啊，辛苦，拜拜。嘿，我都有耐互你看，伊几啊工程都改变这个造型啊。我拢有看，拢有看哈。忙了2天而已，不用2天吗？2天好，2-3天差不多，2-3天，对，拜五啦，嘿，啊，恁两个拢食饱吗？食小瓜，好，哈哈哈哈哈，啊，另外我咧讲迄个，嘿，因过迄个当时，你下明仔搞熬，明仔晓，嘿，你下明仔搞熬，哦，嘿，对，好啦，啊，只请我。你八千村，嗯，你若回来，我甲你安排。哦。因为我这两天我家里无伫，我无笑。你都，我若有上线，就是表示我有咧，啊，上线你就卖甲笑。OK， 我知。哦，辛苦你啦。OK， 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对。这个吉普林峰哦，伫这礼拜哦。要来哦，要过来哦，所以本来礼拜会较凉凉吼，即个有参与到咱的这个参与到咱的旅游的吼，要看杨子演唱会这个好朋友吼，一波凉风。咱要佚佗爱早搞啥？系的。哇，唔过大明就袂去。唔免。啊，我太早嘞吼，我穿较少的，像你领迄个。咩？哪人讲爱水唔加流鼻水啊？那一定是中和水水的。中和水水嘛是爱顾辛苦安尼哦，小小的。我一定是中和水水安尼。哎呀，都外口披一个披肩就要来。披肩哦，有影。我较看你敢有影披肩无？好方便啦，不？嘿，披肩是一种迄落，迄落啥？迄落什么金砖总部啊？是啥物事？金砖总部的。啊，你要找人较好找。哎，谢谢。啊，我第一道做。感谢郑太太。第一道做迄落导游嘞。好，安尼哦。嗯。第一摆做导游。
导游有迄个你算副导游啦。不，我是上后边迄个导游。哦，你哦。恁咧主持人拢是头前，我是上后边。你要算过后边的吗？我阿妹。哦，你要阿妹。啊，我来点歌就好。哦。我来帮你写迄个点歌。啊，咱有迄、那个有旅游小姐。哎，导游小姐也负责点歌。因为我想要写歌嘛。较难哦、喔。哈、啊。咱的这有参与到咱的这旅游的这好朋友吼。哎、欸，这摆。哎、欸，嗯，啊，这个天气吼，啊，注意者，哦，该扎什么衫裤，爱扎好些吼，哦，蛮漂亮的。哎，其实两公年嘛，不用太多东西啦，啊，其实呢，家己坐船，家己困了安尼。袂啦，安尼咧就同款啊，一卡迄个。我两公录音箱拖来的。我那两公唔是要表演哦，那表演我用一卡行李箱。哦，啊，那是两公了，我拢迄个包小包包拍的，我两到。哦，包包拍的这样，钓啊两，一夜俩。钓啊，还一暝俩。哎，对。有当时啊，物件像仙姑那边饭店有嘛？啊，对。哎呀呀。好。啊，你都叫扎少少啊，啊，你要回去等落，唔则挂。啊，内衫裤爱家扎哦，遐无哦，哎，遐无哦。无嘛，咱去西门买纸内裤。倒冰清啊，我免倒冰清。好，你别倒冰清就对啦。好。人家。你看我参会的吼，伊要得病情啊，好，不，我 OK， 不，公司也会当得病情，公司也会当得病情的呀，公司两面穿呢，真正要安尼，一条细嘞细，你的行李箱不介大，诶，不占介大位啦。我讲的这個我真正学了咱的那条男生的一条，好，外口的诶紧度吼，诶按度会乎你无爽快。哦，但咱公司真不会，伊有你做舒服的，伊虽然讲是缩的无唔对，但是伊是一种未服帖的皮肤顶管，未大的皮肤顶管，哦，未协调的啦。啊，算伊人人就对啦。嘿，未讲吸气的，我变焦啊巴未，啊伊就同款咱人人啊呢，像你人哎摩尼啊，哎摩尼啊无，人人啊无。哦，人人的就对啦。啊，够好穿的，足舒服的。没有。真的啦，真的。哦。嘿，我搁五条唔敢开啊，我是讲我这三条心情我歹好。哦，你囤积啊多啊！一定系对唔对？哎呀呀，那打物啊好玩的物件，我拢甲收起来。好东西，嘛是要报大家知，平江啦都有这机会，恁才怎样抢安尼啦？吼，是啊是啊。好，我阿弟家会记哦，先跟你做些提醒，今日礼拜一咯，到到咱的礼拜五、礼拜六早上，咱就是要做伙来去佚佗咯，吼。所以讲呢，一定爱。大家该炸爱炸就对，哦，应该炸什么家己要出瓜，哦，一寡呢该炸，有时啊呢，啊一寡药物啊，哦，或者一寡有三高的，哦，你该炸你就爱甲炸嘞，哦，对对，健保卡啦，健保卡先前炸嘞，健保卡对对，哦，我看你炸嘞，啊，你若讲无现金的，你就炸卡就好啊，哦，哎，这边少年的不是拢迄落来骗吗？我拢有手机啊，才对啊，哦，拢来骗，哎呦，对啊，哦。啊那这个妈妈呢？不要紧，安尼五个囡仔炸嘞，嘿，慢慢炸上多啊！今摆随时都能领，无差啊！哦，安尼哩，哎呀，你若只要有卡就会领进啦，对不对？啊，安尼得卡一扎，嘿，卡一扎，你得出门炸三张卡，哦，迄个身份证、健保卡、健保卡，嗯，啊，搁你的迄个金融卡还是信用卡，安尼就带。哦，你好，嘿，你台北今摆拢安尼啊？哦，你好，嗯，好，坐高铁慢慢用。现金吗？啊真的哦、喔！我拢是用手机啊。好。那我一抓起哩，因为台北即卖已经几乎全面拢用手机啊，付费啊。哦。嘿，无像台南人家个有诶所在无。微博。对对对。可是基本上应该，你若讲连锁诶，种诶一寡五金行啊，吼，还是超商诶，基本上拢是已经用手机啊。五金行哦。五金行啊，小北无。哦，迄款诶。嘿。诶，是五金行哦。诶，连锁诶嘛是百货嘛。哦，安尼吼。好。安尼有参与到的，哎，小心爱会记的啦，吼。嗯。嘿，嗨，哎，啊，美玲姐。啊。嘿，美玲姐好。物件，两项物件拢收到。哦，拢到啊，吼，拢到啊，谢谢，谢谢，感恩哦。好好。嘿，好，拜拜。嘿，谢谢你哈，好，拜拜哦。哎。好，有妈妈吼，英勇的煮啊。哦。讲哦，有够赞。煮啥？安尼啊，我陪。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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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口感嘛不相同。多讲。反正切切，嘿，甜甜，真好食，真香吼。嗯。诶、欸，今日有收到，今日真侪拢有收到啊，会当尝试看卖。是。尝试看卖哦，应该唔得现家煮了，即卖即个天吼、哦。嗯。你若讲啊要煮鸡肉。啊，你姜甲切两片了，对，哦，还是甘杞甲放两片了，嗯，诶，冬瓜甲放两片了，安尼起来，哦，其实你，你啷起来，诶、欸，要煮汤嘛，无一定爱煮鸡吧，好、哦、对啦，嘿啦，你着看要，你着煮蔬菜汤嘛会使啦，哦，蔬菜有那会使，无你着煮迄落菇菇蛋花汤嘛，啊，也可以啦，菇菇蛋花汤嘛，嘿嘿，像我有些，我。会煮鸡卡，鸡卡，哦哦，空鸡卡呢？空鸡卡，我空鸡卡嘛多一些。空鸡卡，这边鸡卡比排骨较贵。安尼哦，嗯，真假？真的，真真。哦，这嘛是因为鸡嘛贵嘛。积少煮多了这样。积少成多啊。不是积少化痰嘛。哦，这嘛鸡啊咧贵哦。足贵。哦，安尼哦。贵足贵哈。安尼唔忙个托俾食麻油鸡啊，唔忙嘛。你爸爸，那你贵干咧啊？哈。系啊。哦，有。哎、欸，来来来，来换排骨。嘿，对，你可能刻录了哈。嗯，好来，来为咱安排歌曲哦。好，来，啊，今天拢无人起来啊，哈拉两句啊。哎、欸，喔、今天懒懒哩。今拜一拢会安尼嘛？恁常唱一条歌无？吃个结好推推，啊，什么懒懒？吃个肥肥，结好推推，毛起哟，真毛起哟。吃个酸酸，结果烂烂，哎，都爱吃好酸酸，都爱结烂烂，啊，你嘛吃好肥肥，结好推推就好啊。哎，冇紧啦，啊，拢结好推推就好。哎呦，哎，今麦我有发现一个新的迄个人啊，愈巧吼，他的责任跟那个压力就越大，这相对的。相对的。啊，你若讲你的，啊，你若吃好肥肥，啊，结好推推，你就好像就较袂压力。因为好像我有看一寡新闻咧报道吼。嘿。你若这个代志哦，你若除非是有关你自己的安危，还是讲有你家己的代志，什么物件，你只要处理的话，嘿，拢 OK。可是那是边啊旁观者，当然你若讲有性命危险，啥物你当然爱救人啊。哦，对。是讲那是讲有一寡杂事，啥物物件啊，你起码拢安尼啊，做工条拢安尼啊。嗯，有影。做愈济愈想要退休啊。做愈济愈想要退休。啊，系啊。因为。总共代志拢交伊啊，顶管也交伊，下骹人袂了啊。哦。啊，下骹人就是要担领钱尔。哦。做工一样工过啊。责任较无同款。哎，所以對對對所以为什么讲，即卖咧，即下一寡中小企业即款工厂者，嗯，一寡老板咧拢要先退休咧。哦，安尼吼。伊时间到要退休，伊无要。哎，责任伊就要退休啊。系啊。责任就要退休。啊，顶管会交好我，啊下我该管下骹佫唔用，我该佮加薪人安尼。哦，对。所以讲。啊，其实这就是安尼啊。嗯。系啊。传承啊，能者多了。对对对，嗯，嘿对，每一间公司拢同款啦，嗯，也传承啦吼，是，都是老的爱教少年的。哎，春姐，春姐，哎，我下个姐请。春姑啊，哦，乌鸟你也对啦，乌鸟吼，对哦，不用聊乌鸟呢吼。哟，啊，那个姐请你掌口唱一条歌曲对啦。好 ，OK， 谢谢你，三年古情哦，好，好，好，你最好点一条歌最好听。哎，最好听对，最好听哈，谢谢你，谢谢哈，谢谢，拜拜哈，谢谢，拜拜哈。哎呦，今天都换领了，哎，明仔开始，明仔换领了，哦，那都还好。哦，啊，这礼拜来听讲弄的温度比顶礼拜较怪，哎，较低小块，较低小块，嘿，对，由于到拜六礼拜哈。哦，就是会搁较低，哦，嘿，比较多遐尔，好，吼、哦，安尼，咱就来看上，无咧听咱讲话，拜六穿的衫保气时啊，吼、哦，会知啊，不贴贴吼，嗯，其实基本上呐，台中中部遐是也还好，安尼哦，嘿，也还好，不过中部唔是较，已经上北去哩啊，伊是伫中部呢，你知道啊？这道寒流对倒来，这个嘛是迄个第六冷气团呐，哦，嘿，哎，英茹，英茹姐，哎。哎，我收到了，谢谢。哦，收到了呀。那、哦啊、你的那个痴情男子，痴情玫瑰花，给你排了哦，吼，给你排啊。Okay. 哦，好，谢谢你，谢谢。好，感恩哦。好，拜拜哦。拜拜。拜拜哦，谢谢，谢谢。好，来拜卦啦，吼。拜卦。拜卦来，来这个，我来安排喜酒甜茶，好哩，这里在讲素营这点的吼。啊，搁一首好哩嘛的，还是的，这嘉义这点的吼。好。安尼，我来请红姐阿母来纪念品好。好，纪念品遐。纪念品。哦，红姐吼，这纪念品伊爱学甲亲像迄个吼，
不啦不啦，最近啊不呢？不不不，迄我学袂起来。哦，学袂起来。伊迄有长的所在，我对袂着。哦。伊念着咱的情意，咱的过，已经包落体的小淡水。可是你的话的，除了你的口语，把我的鬼歌弹落情意。哦，哎、欸，你话你该去呢，该安可啊，你阿不话你该安可啊，哦，好来，我要正经笑，要正经笑，哦，要正经笑，好来，来三首歌做安排，好嘞，共同欣赏哦。哎呦，犀牛天来了。新娘请来了，要来娶新娘了，放炮声哦！小金啊，一杯甜茶，我都唔敢啉。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啊！谢谢，感谢我来嘉群带来这首纪念品。
当爱你多久，感情路打着寸寸的梦，讲的是你的掌上明珠，原来你是野心起骨，才知阮只是你的道具。唔通讲你爱阮偌深，唔通讲提起啥物的情。既然你对阮已经无心，何苦为你也失眠？一段情当作送给你纪念品，纪念着咱的相遇，咱的过去，已经流落地雪淡水。你的花言，你的客气，白白飞过淡落心机，但愿上镜以后，你过你的。逍遥太平日子，咱若忘记咱的代志，只叫当作毋捌你。来继续安排来嘉义姐说电话，这首《狐狸妈的爱》是的，啊，这里爱丽立骨脆，好，爱丽立骨脆哦，这爱丽好喜欢哦。来，我的丁恒，我的嘉义姐，嘉义姐，谢谢嘉禾大哥，谢谢金明姐哦，志华姐，阿娇姨，李文姐，李姨，谢谢。
生きてる限りはどこまでも探し続ける恋ぐらい傷つき汚れた谢谢南岛，那里雪正杰、顺林大哥、多多阿妈，那里橘子杰、水叶杰，谢谢就这样，谢谢丽儿杰、月华，那里雨涵、云倩，谢谢黄妈妈、玉慧杰、奎宁，谢谢雷文正、丽琴，谢谢丽华，亚萨西。言葉に惑わされこの人だけはと信じてる女をなぜに泣かすのよ骨まで愛して欲しいのよ谢谢谢谢那年玉慧姐谢谢玉英姐秀华姐雨涵谢谢金明姐桂美姐此次红姐雨倩谢谢那年寿颖姐方哥谢谢阮姐啊金芬、秀莲姐、郭凯、丽华姐、美文姐、黄妈妈，谢谢。那你莫莫伊拉那伊，何时可那伊？阿那卡阿里巴，幸せよ。私の願い。ただひとつ骨まで愛して欲しいのよ谢谢，感谢哦。今日呢新闻上哦，大家拢有看到哈、哦。啊，这个徐明德，徐明德先生哈、哦嗯，啊，今日离开啦哈。啊，这个应该四五六年级的，对伊拢做学习。哦，我嘛有学生。哦，你有哪有学生？哎、欸，伊是那全民最大党的。啊、哦，对对对。他模仿家呢？他模仿家都选台志远、台哥演的。哦，台哥对。哎、欸，没。好、哦。伊都伊和尚是刀疤嘛？好、哦。诶、欸，咁是小白喊话做咩啊？伊就伊个解歌词，哦，嗯、但即马清唱，敢那无啥好听。好安尼哦，好好好，对，啊，即、這个当然啦、啊，伊离婚是因为甲即个 cancer 关系啦，吼、嗯，所谓 cancer 就是讲即、這个一款歹的即个肿瘤，吼、嗯，对，啊，即款人吼，文明的社会就是安尼啊，即款的情形吼，有时啊真多，嗯，所以呢，每一个人吼，对即个食食拢爱作注意，有影，嘿，对。哦，啊，这个食食上呢，咱都要加食一寡呢，较纤维、较侪物件，青菜、水果，爱加食寡，加食寡。而且即马已经唔是讲咱家己去把关家己去食，系对，他们政府也咧管。哦，当然咯、哦，一定爱啊。伊讲，哎，伊看数据就知影嘛。嗯。哦，哎呦，哎，病开出来数据，嗯，一档比一档较悬。哦，对。无咧减少诶。是啊。嘿，你讲什么癌，拢是一直爬起来，无咧减少。无唔对。嗯。啊，佮有时啊呢，佮会变化，吼、哦，比如讲像进前诶迄个。
大大肠癌，较早呢连续几下当拢排第一名，但是这两冬啊，我比迄个乙肝特别贵。嗯，可因为是 COVID-19 的关系。COVID-19，啊 COVID-19 的这几冬来吼，这个对这疫情开始吼，大家加加减减吼，拢敢那拢感受到的。对，就是胃感染到了后。你看哪有这容易烧声的啦？对，嗯，还是讲气泡呐，像我个咧运动都还好。嘿，对。你讲哪有是上蛮上，尤其是咱唱咧唱歌的主持者，讲话啦，是上明显的。嘿，对。你若讲一直咧讲话者，啊，你若平常时都唔是靠嘴咧食饭的，还是讲你咧？大家都蛮爱靠嘴食饭。唔，我意思是讲，无像咱讲得济。对，咱这算旧话啊。咱这是因为主持的是爱靠嘴讲话。对啊。嘿，对。所以你就有这边遐个去体验，就讲哦，刚刚有确诊，还是讲无确诊了，一个哪有变化哩都。对，是啊，所以讲吼，其实呢，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啊，咱的这个食啦，哈，食啦，用啦，哦，真侪方面呢，咱家己拢爱去注意着。没啊。吼，拢爱注意着，话讲啊，我都就不爱食青菜啦，就不爱食水果啦，但是呢，勉强家己食，加减啊食。哦，啊，勉强家己食一寡呢，啊，即纤维较济的即个食物，即对咱身体拢是有好无坏的物件。嗯，哎对，哦，啊，即为人较偏食嘛。是，像我本应该是袂，迄落大家才有百几公分。好、哦，我应该是祖先食米呢的关系。食米啊，糊的对啊。哎呀，好，食米啊糊。我天生不敢喝牛奶啊。好啊，你哦。啊，我妈妈，迄阵细汉时，伊跟我讲的是，我那边啉着牛奶，我就吐。好，所以较早咧，爸爸妈妈咧，古早的时代是拢米啊糊。好，我只要食米啊糊大汉。真的吼。真的，因为我那边食牛奶，我就用米。好，嘿，再来用安尼啊。好，食牛奶的。你讲咩？啊，我所以你无水气啊。哦。你阵阿爷阿咩啊食？阿爷啊对啊。嘿啊。阿爷就是爱食无奶啦，还是食牛奶啊？啊，就是无多啊。啊，但是你就是有这个乳糖不耐症吼。嘛不是哦。不是哦。不，因为你若讲什么牛奶火锅，还是讲一寡什么牛奶糖什么的，黑用食来佫不会怪怪的。那是因为牛奶本身有那个一些腥味的呀。哦，唔敢。我真的吗？我幼稚园，我记我去幼稚园的时阵，那时阵已经一段时间就是我妈妈用米糊饲我，对不对？哦对。啊，你到幼稚园的时候，这段时间你根本就无食过牛奶啊。好好。啊，有我唯一食的牛奶就是巧克力牛奶。哦。因为巧克力会让把迄个牛奶的味带掉。哦，安尼吼。嘿。结果上山去好，唔知影。嘿。天落去。嘿。吐到规涂骹呢。嗯。今天有这么敏感吗？嗯。就那个味道会作呕啦。哦吼，但是这就是因为你可能是自头拢无去接触到这样物件。唔知我可能细汉的时阵，我母饲第一罐就吐啊。好安尼吼。所以可能你讲的乳糖不耐症嘛，唔知影。如果不会拉肚子也不会。安尼吼。但是我感觉米阿夫是有好处的是，伊较均衡啦。好，你牛奶可能给它盖尔，对不对？米糊吼，伊最主要就是米落去崩起来了后，开落去磨粉的。对，系对。啊，即马讲真的，有咧物件是，甲类似小米糊种物件。啊，所以爸爸妈妈家你哪个当来看广告的时阵，爱注意看。对。因为即马连政府拢咧甲咱讲哦，咱食食免来去运用。是。因为你看那个阿公阿妈年岁愈来愈济哦。台湾即马趋势就是，囡仔生袂出来，无人生。唔是。袂愿生，也不爱生，唔甘愿生。然后，咱是大人，身体都愈来健康。好，安定好。有用食百里的，是。啊，所以你食到遮济回的时阵哦，你要更加去明仔讲，有人讲啊，天生就是安尼食，哎，拄少年食到老拢安尼食，哎嘛无啥物破病啥物嘛。对啊对啊。哎，是每种体质无同款。对唔对？嘿，因为体质无同款。有人伊无食薰无食酒啊，但是伊是做多剂的啊，伊嘛是肝癌啊，伊嘛是肺癌啊，咧肺癌啊那样。所以讲吼，即卖即款牵涉就是脉的肿瘤吼。嗯。即个伫个你周边啦，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时阵啊，啊个啊迄个什么人个安怎，啊迄个什么人安怎吼，有些听着是足艰苦。艰苦，其实每一个人身躯拢有，只是有变好变坏。是，啊，这就是家己的吼身躯上，你的生活作息啦，种是吼，拢爱去注意到的。嗯，你要预防伊脉个吼大起来，还是讲脉个去吼发生起来？嘿，对，这就是爱靠家己。是，吼，爱靠家己的这个生活起居，是不是有正常啦？还是讲你的食食方面啦？是不是你家己有去注意到啦？这非常重要哦。所以讲吼。
啊，咱年纪爸爸妈妈，你今日看咱年纪节目吼，该做一下提醒，你家己就知影讲，哎，有影就对呢吼、嗯。应该哎，安那来注意着家己的身体，卖好些物件，卖些物件呢，啊，我伫咱的身躯顶，卖去行动起来，系、嗯、对。啊，无咧一寡咧排便呢，排什么迄个，无应该，无特别有迄个物件。对，就是要保持咱的健康，咱。北来拢是新奇的，是啊，哦，拢是好的营养分里内底啊，歹个排除掉。对，吼、哦，嗯，啊，所以呢，这物件呢，你一定爱好好把握。哦，今仔日诶，这个设定咱的福利卫星电视台，吼、嗯哦，好来，过来安排一下歌曲，吼、哦，来安排歌。来，我来安排一下，你怎么说？国语歌曲，来太平二姐说定位，你怎么说？不，安尼我来唱。我过去挂一下，好，不要紧，不要紧，嘿，无，我这你先笑，好，我先笑哈，我来看你八千尊，我听好，好，好 ，OK， 那我刚到位，做右边的哈，做右边的，时间上如果可以的话，好，来，共同来欣赏哦，来，听歌，谢谢。阿母阿公的李八青春是八青春啊
啊，伊有另外一首歌，真正叫《李白青春》，哦，你听我，你听我，我都无共款。安尼哦，嗯，非常轻快的歌曲哦，应该是这首啦。这首歌是咱黄飞飞姐的歌曲，水水水，吼，哎，麦西亚暗家，你讲食饱啦，我辛苦死了哦，再来运动一下啊。把青春随姑娘，无烦无恼，无忧愁。如你提醒的温柔，亲像的目睭。红红嘴唇免嘴唇，美容高分目镜门。世界任意的心肠，彼个人就是刚到一位，刚到一位，哦，甲刚到也有无同款啊？来，我们人事大哥，人事大哥，每天好大家听，来继续挂贴。Bye.
谢谢林太太的分享哦，月华姐、雨涵呢，谢谢。今天重要的工商，来准备打电话了咯。